各位朋友们，大家好！我曾经接触过这么一种理论，说跟着旅游团出去旅游不算真正的旅游，真正的旅游呢，要自己一个人出去，静静的，喜欢的就多待几天这样的旅游呢，才是真正的旅游。其实这样的一个看法是片面的，是有偏见的。我们不能因为旅游团他们服务不够完善完美，就否认人家服务的价值，因为没有任何一种服务，我们可以说是绝对完美的，但它有它存在的一个价值。我们人很容易看得见白板上的黑点，忽略了整块白板。这个特别容易发生在我们看见了人家的缺点，很容易看那个人是一无是处，比看一个人一无是处更厉害的是什么呢？我们更容易看到自己是一无是处的，这些都是错误的眼光。一分钱有一分钱的价值，我们不要眼中只注意到大钱，忽略了一分钱的价值。如果我们做任何一件事情，就算我们没有成功，或者还没有成功，我们都要想一想。没有成功，还没有成功，那么我做这件事情的价值在哪？到如今这件事情的价值在哪？下一次我们看重一分钱的价值，每一次一分钱我都看重它的价值，我这个人内心深处就会满满的有价值感。我相信，就算你目前还不太成功，你对自己的价值感就已经看重了，相信自己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人。祝福你。